乱世中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以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名。日落暮息不负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渡几场游戏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段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上官文轩，我好话说尽了，你就是不肯给我批文。你就这么喜欢那个宋子清，帮着日本人一起欺负咱们中国人是吗？云长，这可都是正当生意啊，扯什么民族大义呀？啊！上官文轩，你跟他才认识几天啊？行，我就不相信我叶云长搞不定这些批文。等一下，你要批文，我给他。不过嘛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帮我得到楚天瑶，什么批文我都给你。上官文轩，现在挺厉害啊，都学会脚踏两条船了。这一巴掌是我替阿瑶打的，你这种人给他提鞋都不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啊？这个老狐狸，他说文轩负责管理批文，他作为市长也不能越权插手。他这分明就是个借口袒护他儿子，还不是你惹的祸，非要跟什么宋子清打贸易战，结果钱都给套进去了。只要这批货能运进市里，这肯定就没问题。我们叶家从来就没受过这样的气，我能气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我都打听过了，这个齐兰德商行，他们不单是做药材，而且他们还做各种生活物资。如果他们高价囤货，我们叶家哪有这么多钱跟他们打什么贸易战呢？那说不定呢，连老本都得搭进去呢。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回屋里去吧，我和云儿还有事。我，爹，不是有几个议员跟您关系挺好的吗？您要不要问问他们？老爷，我什么都不懂。行行行，等等啊，容爹想一想。
只有叶云长和穆星辰走得近，果然是听不得枕边风。好你个叶云长，居然敢威胁我！论家世，论容貌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得到星辰。义父，您帮帮我。小姐，今天我多要点饭。好。阿瑶，你回来了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出去办了点事儿。听说是上官家给您打电话，是文轩吧？不不不，我没去上官家。这么紧张干嘛呀？那你去哪儿了？
我想我去哪儿，也不用跟你汇报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是不想说的话就别说了，吃饭吧。嗯，云长，我想先喝口水。去吧，去喝吧。嗯。给阿瑶也盛一碗啊。好。小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齐兰德商行啊，打算开始经营米面粮油，这要被他们给垄断了，这老百姓可就惨了呀。大黄，你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。好，正好我渴了，我先喝一口啊。哎，这水你不能喝。哎，这水有毒。好啊，你敢害我们小姐！这不是楚大夫吗？看样子状态不是很好。我刚跟你们说的那几个地方，你们再仔仔细细的找一遍，知道吗？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怎么样？城内没找到啊？驿馆内外也没有找到。可是云城，
阿瑶，小姐，我真的很仔细的找了，真的没有找到。不怪丁香，我也是刚回来。有些事情，我想和你单独聊聊。哎，阿瑶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啊，云长，今天是我不好，我差点让你受伤害。我天天口口声声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根本就不配当你的朋友，更配不上星辰。阿瑶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但是阿瑶，你得告诉我，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那杯水，我并没有想要给你喝的，那是我自己喝的。自己喝？为什么？阿瑶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想不开寻死啊？阿瑶，阿瑶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呀，啊！阿瑶，你说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云长，你别问了。好，我不问了，好吗？但阿瑶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好姐妹，永远都是。还有啊，我得提醒你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太极端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的。啊。阿瑶，十字路口那开了一家新的餐厅，我带你去尝尝吧，可好吃了。啊，去吧。好了啊。月瑶，父亲，您怎么来了？族长已经宣布星辰为继承人了，仪式一过，星辰就是我们的族长了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傻孩子，你是星辰的未婚妻，这一次星辰从外族带回来一个女子，如果你再不采取行动，爹怕你步了空蝉的后尘呢。放心吧，爹知道你喜欢他，我会支持你。爹，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。胡说，全族人都知道你从小就喜欢他。听爹的，这个世上只有我不会骗你，嫁给他，你就是全族最尊贵的女子。答应我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你得给我振作起来。我来吧。啊，这是药。丁香、大黄，谢谢。这是云长特地带给你们的。谢谢小姐。谢谢小姐。有什么好吃的也不让我尝尝？哟，远之今天穿这么帅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啊？说对了，我今天同学聚会。哦，同学聚会你穿这么好看啊？不会是那个龅牙妹要来吧？不是姐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那个，姐，江湖救急，帮个忙呗。什么忙？这次同学聚会啊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呢，想让你装一下我的女朋友，去帮我七个人。
行了，远志，你管开道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楚姐，你愿意陪我参加同学聚会，还愿意假装我的女朋友，比我那个凶残霸道的姐姐好多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呢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丢人啊。没有，我们那些同学都很羡慕我，说我女朋友很漂亮。可是那个龅牙妹好像并没有被你气到。嗨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想追龅牙妹。那你让我假装你女朋友干什么呀？父亲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是。星辰，你到外界那么久，一定都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吧？跟为父说说。嗯。星辰，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啊，当然没有。来来来，坐。父亲，其实我想跟您说的是，上次我叔叔带人来攻打神木族，只是为了拿到圣果复活小蝶。几十年前留下的心结，没想到又找了上来。看来为父有必要去会一会他了。父亲，您不会是想找他算账吧？有一次我们悬疑线的时候，多亏叔叔救了我，还教了我青囊心法。您放心。圣果已经交给他了，孟南月和我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。哦，是。星辰，星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星辰呢？少主跟族长去外界了，估计得过段时间才能回来。去外界？嗯。去干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月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星辰在外界爱上了别的女人，所以去外界找她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只要能帮你挽回星辰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他心都不在这儿了，挽回有什么用？你不要这么说，星辰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。无论如何，他一定会回来娶你。就算是人回来了，心没回来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，
就是希望能和挚爱相守终老。可是为什么就这么难？师虎，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星辰带回来的那个女孩漂亮？不，在我眼里你是最漂亮的。叫月影的女孩成亲了，过得逍遥自在，我干嘛还要担心她？谁让你和日本人合作的？没脑子！你这样做不是往我脸上抹黑是什么？上次你勾结乔振天卖假药，差点引起了民愤，这次可好，你又和日本人合作，懂不懂事？对不起啊，父亲。滚！滚出去跪着！
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好了，好了，都好了。阿瑶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干什么呀，文轩？我是你姐姐。长短一样。